同事在工作时候谨守自己岗位，以专业和认真的态度工作，而在公余时间，大家亦全程投入参与公司举办的活动和兴趣班。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个就是我们新地人平衡生活的写照。同事积极进修，因为大家热爱工作，希望能够学以致用。公司有见及此，特别成立新地优质学堂，整合集团的学习资源，等同事除了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外，还可以扩阔视野。公司透过多个培训生计划，用心培育年轻同事。过去一年已经举办了很多加强认识公司文化和提升专业知识的工作坊，还安排跨部门的工作实习机会，帮助大家装备自己，不断向前。当然，增进知识不只是为了工作，亦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素。过去一年，公司举办了很多与生活健康有关的讲座，令同事在公余时候可以吸收不同的生活资讯。活到老，学到老，生活才够充实有意义。其实公司除了为同事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亦好重视同事子女的教育，透过不同的资助计划培育你们的下一代成才。从同事满足的笑容，大家都分享到这份喜悦。同家人相处是平衡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新地过去一年举办了形形色色的亲子活动，包括兴趣班和户外活动，等你同家人可以一起参加，享受天伦之乐。而一些因应不同节日而举办的工作坊，更为大家增添不少生活情趣。这些陶冶性情的活动，不单只可以让同事在公余时候舒展身心，还可以等大家加深认识，增进感情。新地的同事不单止活力无穷，还善心无限。一直以来，无论公司亦或坊间举办的慈善体育活动，同事都积极参与，大家都勇于挑战自我，突破极限，展现出新地人的活力和爱心。运动可以令人心情愉快，公司在过去一年亦举办了不同的健体班，让更多同事能够感受到运动所带来的健康和乐趣。同事之间的深厚感情，除了在工作上慢慢累积之外，亦可以在公余时候建立。集团内不同公司亦举办了很多文娱活动，吃喝玩乐、节日 party、 球类活动应有尽有。其实无论什么活动，只要能够同一班好同事一起玩下、轻松下，就已经是一大乐事了。所谓推己及人，我们亦将正能量传遍社会不同角落，关心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一直以来，公司都支持和举办很多公益慈善活动，同事亦积极响应和带埋家人全力参与，藉此将以心见家的信念化成行动，感染身边每一个人。过去一年，全赖同事上下齐心，我们在不同范畴都取得理想的成绩，得到顾客和外界嘉许。每一个奖项都代表了同事的付出得到认同，亦提醒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懈，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2014年，我们留下很多回忆，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为这个大家庭创造更多美好时光。新鸿基地产，以心建家。